一民众惊恐的中药盐中毒的事件。大台中地区陆续来传出着中医诊所所开的中药有含猪血，也就是盐丹等等的禁药，还长期吃中药在调理身体的民众来盐中毒。到目前为止，有400多人到病院去检验，其中有30多个人体内盐的含量超过标准。这个猪血甲盐丹已经是禁用16年的禁药了，到底是为倒位来的？民众日常咧服用的中药材到底是唔是有安全？这个事件爆发了后，引发着各界对中医药全面来检视，包括自费的中药在安全上是唔是有漏膏，是唔是较歹去监督甲把关？啊，一般中药材是唔是应该着比较着西药甲科学中药，嘛爱有优良制造标准 GMP 的认证咧？咱做伙来了解。近期爆发的中药中毒事件，让中医看诊民众难免心嘎嘎。中医诊所爆出违法，民众担心日常服用的中药会不会加料？不应该有这件事情的发生，而发生这个环节里面到底是谁出了错？我们吃的中药安全吗？告他杀人罪，就个在台中发生一连串的烟中毒的事件，市议员张元同伊讲，伊一直发烧、腹肚痛，入院将近半个月拢找无原因。做重金属检验发现讲，既然是烟中毒，后来三个亲人嘛验出血内盐含量超过标准，一个对照确定是几年来所吃的中药啊出问题。父亲张宏年，他是我们家铅中毒含量最高。重度是100以上，我爸的血液含量在367以上。疑似于中医师被羁押禁见，他已经表示认罪。他这一次使用这个诛杀禁药的行为，向他的患者以及社会大众表示歉意。出名的成东中医诊所院长李世平，将早已经禁用16年的禁药啊注射入药。佫敢用较俗的烟丹代替注射，又混一个送检，烟的含量超过法令规定509倍。对我自己来讲是不幸啊！为什么这么多患者，就偏偏就是我？可以再帮我们讲一下吗？医师可以说一下吗？而且说我现在太冤枉了，王小姐，为什么你为什么你们去加到那里去了？他说哎，他要自己要，那个李医师拿错。它都有镇静安神的作用，不过这个朱砂呢，因为它本身是硫化汞，那你加热以后就会产生汞，所以产生很大的毒性。案情跟那细球同款，愈练愈大，连续发生诊所违反甲有害事件，一直到8月下旬，已经有超过400个人到病院检查，血中盐的含量超过标准值有30个人，因不注射有毒性。主管机关早在2005年公告，就禁止中药房卖还是调配注射。2010年正式要求业者袂使用注射来伫药的制作过程，到底是安怎也会出现？它是一个零星个案，这个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今天是禁药，尤其是这种有毒的禁药，是不是应该要全部统一回收销毁，或者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管理办法，比如说可能是一个列清册库存管理，不管是有知或者是无知，这是禁药，理论上就不应该有机会去买卖，不管它是用有加铅没加铅，其实都是一样。那知道他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东西，对于政府的防范上面去追管道是有它的意义的。吃药伫病区吃出中毒的危机，更加引起各界对中医药全面的检验。有不少民众烦恼讲，除了科学中药以外，一般的中药材敢会有过滤？采访团队是一去中药房，真济德化街甲双北市几啊间中药房，随机买枸杞、菊花、当归等等药材，甲3份民众提供由诊所开的中药粉，作为送去政府认证的实验室进行药物的检验。
一般民众呢，他们目前比较在乎的是重金属的部分，就是铅、镉、砷、汞。如果说是中药商他们进口来的时候呢，他们看的部分就比较多了，他们会看重金属、二氧化硫、黄曲毒素，还有农药残留的部分。对，这也是政府所规范的四个部分。将油材磨做粉，油过消化，最后由 ICP-MS 这波仪分析油品的成分。依照政府的规范，每一项油材需要检验的品项拢无同款。最主要是检测中药材的二氧化硫，都要经过加热之后会产生二氧化硫，经由这个溶剂进行回收，里面二氧化硫的话，溶剂会呈现深红色。以国际来讲，爱验重金属、二氧化硫、黄曲毒素、铜硅甲聚灰，佮咱需要验重金属、二氧化硫、青棘、甘草、大枣，这是四大类拢爱检验。经过七日工作间，原送验的油材报告出来啊。依照卫生部公布的限量规定，重金属的部分送验的油品中，聚灰验出新加盐有微量的残留，青棘甲枸杞皆有微量的残留。当归有验出锌、汞甲二氧化硫的残留，验过油丸拢伫标准内，其他油品甲中药粉嘛拢符合规定。如果说海关验到不合格，就是退运了，或者是销毁，那是其实很大的一个成本。所以呢，在中药商他们那边严会比较严格去把关，也是这个原因。中药材比较会有疑虑的可能是二氧化硫的部分，因为在台湾跟中国的用硫磺的方式不太一样，中药商他们在选购的时候会买到那个二氧化硫比较多的，但是呢，因为已经在那边把关过一次了，所以基本上不会再运回来台湾去做一个贩售。中医药界强调讲，因中毒事件是个案，药材检验合格率一般拢有95%以上，民众唔免着惊过头。严格稳重危机不可不防，目前市面上的中药材来源90%拢是由中国进口，一些是来自本土还是其他的国家。进口时除了边境抽验，药商必须将药材样品送到第三方公证单位去检验。严格学者讲，中药材应该搁设法提悬检验的规格。如果说把中药材也一律规定必须得 GMP， 我们乐见其成。只是 GMP 的意思是指它符合一定的一个规范。那这样一个规范标准，对于中药材，尤其是有些中药材它是矿物类，有些中药材是植物，有些中药材可能也是动物类哦。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品项。科学中药在台湾推广得非常的好。甚至我们是很先进跟国际接轨的，有一些药厂它都有 GMP 还有 PIX， 那现在就是药材，那药材其实就是天然的，管制上面是真的有它的困难点。那如果我们要去跟国际接轨，我们是不是应该就从源头里面就应该要去管制？政府现在做的方式是用边境抽查检验，那有没有需要再去检讨，或者是频率应该更高？中毒事件当中，中医药业恐怕掀开自费看诊长期以来无透明现象。大家最常见的一些疾病，最常需要使用的一些中药，健保都给付了。那除此之外，保养的贵重的，那大概健保没有给付，就会变成是所谓的自费药。自费药当它使用的全部都是政府合格合法的中药制剂，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任何疑虑的。可是，在医疗法的规定来讲，医师确实就得详实记载在病历。那他今天没有详实记载在病历，这个地方是犯了一些行政的一些法则。不应该在医院里面拿到秘方，这件事情绝对应该是被禁止的。如果医生告诉你是秘方，那你可能得考虑一下，是不是应该要要求你还是要给我处方。那这个处方就是公开的，我有知的权利。那未来政府应该去推行所谓的云端处方，我相信这是对民众用药安全有保障的事情。西药目前这个部分推得很好，那中药我们也应该要加紧速度来推所谓的云端处方。依照药事法甲药事法的规定，
有中药调制资格，除了中医师、药师以外，现在政府也核准发照号有中药知识和鉴别能力人员，在中医师的监督下，会使进行中药的调制。目前全台湾差不多有1000人左右，大部分是中药房的老药师。因为这摆风波，又搁引起中医界。感应该医药分业的议题。就中医医疗院所来讲，我们很希望有专业的中药的人员进来诊所帮忙协助服务。可是到底它的来源是什么？有人提到是不是应该在大学的药学系里头要设中药系？可是一直被反对，因为药师朋友们他们认为说，不管中药西药就是都是他的业务，所以他们很希望就是由他们来把关。医药分业在西药这一部分已经推广多年。那中药的这个部分目前看起来是还在大家所谓的专家还在寻求这个共识。那如果我以一个学校的教授或者是我以一个吃中药的这个民众来讲，我当然会希望有更多专业的人来帮我把关。吃中药的民众人心惶惶，全台湾中医看诊的人数差真多，医病关系为信任到恐慌，当民众家己买药材时，会使透过简单的方式分辨品质来自保。浙贝母跟这个麦冬，它颜色没有打硫磺的药材明显的比较黑，而且味道也比较香比较浓。虽然卖相不好看，但是这就是药材的原色。价格不能够便宜的太离谱，便宜不一定没有好货，但是太便宜的东西一定有问题。保障民众用药的安全，民众的劳动和顾虑必须全面的追踪和防止，更加要为制度面进行改进。未来政府应该安怎好法规较完善的，为检验、稽查、控管各方面积极下手，才是顾好人民的健康，同时避免中毒事件重演需要随解决的问题。